第十五题，蒸笼利用高温水蒸气将包子、馒头等食物蒸熟。下列何者是使用蒸笼最主要的热传播途径？我们这里看到，我们把水蒸气从底下往上冒，而把包子、馒头蒸熟，这种热上升、冷下降的过程称为对流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是使用蒸笼最主要的热传播途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对流。